给亲爱的我自己。你不是要调整饮食习惯及增加运动，让自己获得更健康和活力的生活吗？你不是渴望拥有更多时间来追求梦想和目标吗？你不是希望让家人能够有更多的经济支持，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你总是在特别的日子里告诉自己要重新出发，但最终却无法坚持下去吗？你不是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，你不是要摆脱这种坏习惯，你不是要追求更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吗？问自己，还要再忍受多久这样无所作为和痛苦？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，我真的受够了，我厌倦这样的生活，不想再忍受无所作为和无助的痛苦，我要立即行动，让这一切成为过去，开启我新的人生篇章。我知道改变需要付出努力和坚持，我知道改变不再只是口头上的承诺，我知道改变不再浪费时间在无意的失误上，现在正是改变自己的时候了。我要付诸实际行动，行动，行动再行动，我会不断反思自己，保持动力，克服挑战，我决心要改造自己，成为我想要那个更好的自己。就从现在开始，每一天都是我重新出发的机会，我已经展开新的旅程，我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和渴望改变的意愿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坚持不懈地追求更健康、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。我有无限的潜力和能力去创造我梦寐以求的未来，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勇敢地迈出每一步，永远坚持到底，每一天都是一次重新点燃内心热情的机会。我相信自己，肯定自己，我拥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成为那个坚强、充满活力且对自己和他人有所贡献的人。今天我向自己承诺，我要勇敢面对自我改变，我相信用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。我坚信无论遇到任何事，我都有能力克服它，我充满希望和成就感，让我成为勇敢追梦的人。我相信以后我会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感到自豪。现在站起来为自己庆祝，我已经做出了重要的决定，开始追求更美好的生活，我值得拥有幸福、成功和充实的生活。相信自己，我将收获美好的果实。我亲爱的自己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去追逐我的梦想吧。为很棒的自己加油，为很棒的自己加油。